我是蜘蛛精，把孙悟空吸进了葫芦里，唐僧也被我抓住了。师父，我来救你了。八戒，我一直在这儿呢，你去哪儿？妖怪，放开我的师父。你是谁？我的师父丢了，我看看水里有没有。师父丢了，好可怜啊。突然口渴了，我喝口水。姑娘，小心坏人，在下告辞。这句话我的天哪。师父他应该没事吧？八戒，你要多吃饭，胖胖的才可爱。八戒，快点变强，以后保护我。嘿嘿，我们永远是一家人。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个兔子对我好。八戒，以后遇到危险就孵化这颗血蛋，寻找你的真身猪刚鬣，变强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血蛋能孵化真身，经历了648种异兽，还能无限吞噬进阶。师父，我来救你了，百倍界王拳。八戒，你竟然成功解锁了猪刚鬣。